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：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6页，476页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。啊，第四行有前注曰：“故知48愿之中，以此念佛往生之愿，而为本愿中之王也。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，一尘缘海，六字洪名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以名号即实德，身自皆实相故。”前注这一段开示说得非常好啊，我们不能把它疏忽。净土一切诸佛都说难行之法，为什么难行？什么地方难行？这一句说出来了啊，非常难得，能够相信的人不是凡人啊，凡人不可能相信。我们迷失了自信太久了，无量劫个无量劫，到今天呢，啊，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三个老师，他们没见过面，但是他们跟我说同样一句话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初学佛的时候年轻啊，好高骛远呢、啊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禅宗特别告诉我，你不能学禅，禅宗的经典你不要去看。啊，像六祖坛经、宗门祖师的语录、啊，永嘉禅师的禅宗集、正道歌，啊，都不许。告诉我，
那是天才版，不是普通版，一步登天呢，他登上去了。你要登不上去，掉下来就摔得粉身碎骨。所以老师介绍我，法相为师。法相为师像爬楼梯一样，一层一层地往上爬，慢慢向上提升，最后达到巅峰。禅宗不是楼梯，是一步上去的，像现在我们坐电梯，坐电梯就得是一步上去，当中没有停止的。没有啊，前住这个地方说得好，这个地方真的把人呢说得心服口服。经中精彩的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这一部经里头最精彩的一段经文是什么？就是《发大誓愿》第六品，最精彩的。这里面讲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善导大师给我们说，这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的，最精彩的就是第十二，定成正觉；第十三，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；第十五，寿命无量；第十七，诸佛称赞；第十八，十念必生。我们在上面读过，这五愿，五种最真实的愿。有没有第一？五愿里头第一愿有，哪一愿？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。诸位想一想，十念必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定成等觉。现在想想。一切诸佛都感叹难行之法了。谁相信？诸佛如来相信。为什么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，如同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中所说的，他怎么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他是念佛，这个念佛法门，他没有说出来，他说是难行之法。难行之法就是念佛法门，也就是心愿持名，释迦牟尼佛修这个法门成佛的，一切诸佛如来以前不知道这个法门，那就不论，知道这个法门之后，他肯定把一切法门都放下，专修这个法门。为什么？快呀，一生就成就啊。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说过很多次，讲到真正相信、真正发心修行的人是什么根性？没有一个不是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。
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他能行，他能发愿，他肯念佛，他也生成就。道理在此地啊，那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种这样的善根？有些人有，多数人没有。没有的人什么现象呢？这个法门学了几年，退心了，改换了，换别的法门了。啊，那我们一看就晓得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。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现象啊。有时候要退心了，怎么办？一定要高度警觉心，把我们不足的善根福德补足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那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啊！海鲜给我们做了好朋友。海鲜老和尚家境清寒，那父亲务农，遇到荒年啊旱灾，收成没有了，逼不得已出去讨饭来养家啊，又非常不幸遇到土匪啊抢劫烧村庄啊，他挑水去救火，被这些土匪打死了，多可怜啊！他兄弟五个，父亲死了之后，母亲多么辛苦带五个孩子啊，所以他20岁出家了啊。出家诸位看他的光碟就晓得了啊，小时候看到这些因，就在他眼前的这些因果报应，他就悟了。那发心出家学佛，师父是了不起的人。师父一看这个小孩，这小孩是发气呀！啊，师父是什么样的人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如果没有这种德行，他看不出来啊，看得很准，没有二话可说，把如来修行成功的秘诀传授给他啊，让他一生当中很快就成就了啊。这个秘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对他好用啊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他不会拐弯呢，不会找别的啊，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这个人从小老实听话真干啊，学习有真诚心，有清净心，有恭敬心，这都是他的福德。
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，他念了92年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啊，生活不妨碍念佛，心里念，口里都不念，干活可以念佛，也不妨碍，甚至于。处事待人接物都不爱念佛啊！我亲眼见过一个人，也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。张家大师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用金刚尺，他念咒啊，看他嘴唇微微在动。没有声音，他不中断啊，跟你说话他停下来跟你说，说完了他继续念他的咒啊。我跟了他老人家3年，我看得很清楚啊，一个修行成功的人不容易啊，大师缘起活化舍利10000多口啊，当时在台湾造在佛教界里造成震动啊，从来没有看到10000多口舍利啊，我们才见到的功夫啊，海鲜这一句佛号，我们相信他一切时一切处他就能掌握住啊，不会失掉啊，一句一句接着3年，一般来说能得功夫成片，得功夫成片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啊，3年就达到啊！啊，他没去，我相信那是阿弥陀佛给他使命，叫他注释表法。啊，那么在这种功夫向上提升，我相信也是3年5年之间，快。3年，慢5年，就得四一心不乱。四一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了，6种神通现前了。他真有，他不现。啊，你问他，他不说。啊，这也是师父教导的。师父那个时候传给他这句佛号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后面还有2句话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那个明白的是什么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是，就肯定他将来一定达到这个境界，这是离业心。啊，那么四意心不乱，我们可以能判断，应该在30岁左右，他就真得了。理意心不乱，不超过40岁，他就真得了。真的理意心不乱，就成佛了。啊，禅宗所说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真佛不是假佛啊，是一真法界里面化身啊菩萨了，化身菩萨是真佛了，不是设法界的佛，设法界的佛不是真的，叫相思即佛啊，他真的就是
纷争即佛。这不可思议境界，那么快成就啊，为什么没有往生？阿弥陀佛嘱咐的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想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；想见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在他眼前。他看到了，不止一次，随时想到，随时就见到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这是经教里头告诉我们。那表法起什么样的作用？到最后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就是对我们呢、啊，我们这一些修净土的人啊，啊，你说信不信？信，是不是真信？还有疑惑，半信半疑。99分相信，还有1分怀疑，那都是往生的障碍，决定不能怀疑。谁帮助我们？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来了，我们从他身上把这一分怀疑断掉了。在这个时代，净宗也是衰微到极处，他的行持给我们莫大的鼓励，振奋人心，我们这些人得救了啊！所以我说他的表法重要的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给我们所证明。啊，这是总的来说，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遇到的灾难，啊，他替我们解决了，为我们证明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，这个经本是真经，不是假的，一丝毫怀疑都不可以有。那如果你有丝毫怀疑，是你没有善根，你没有福报。老和尚给我们做这个证明。第二个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是正知正见。也不能怀疑，更不能回报。啊，第三个，那是讲到我们自己切身的利益，他为我们证明，我们这些年啊，十几二十年，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没有错，啊，是正确的，他完事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他往生，他看到这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死。啊，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，大概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，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，我就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所以叫无量欢喜啊！啊，3天之后，他就走了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啊，走的这一天，还在门口大菜园里面干了一天活。
啊，平土、整地、拔草、浇水，干了一天。晚上走了，啊，走得自在啊。欲知是知，我们确实非常幸运啊，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难行之法，哎，很巧妙，我们遇到夏天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这个汇集本汇集的好，比起过去那些版本容易多了，读诵顺口啊！啊，遇到念老的汇集的注解啊，集解。啊，遇到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你看，身念必生，谁来做证明？贤公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，净宗无比殊胜，就是这一句名号。啊，这是。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究竟方便，就是方便门里头再找不到第二个，他这是方便极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这个方便就是贤公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，92年一句阿弥陀佛没丢失，没有中断啊，那么殊胜的成就，你看112岁，这么大的年岁，精神体力跟平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苦啊，他没有劳苦，那往生当天。还在菜园里工作了一天，晚上走的。你看这种表法，还得了吗？啊，证明这一段的经文，啊，一尘缘海，究竟六字红云。不可思议啊，上面加究竟方便，这是6个字啊，我们读了这个还能怀疑吗？啊，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学海贤老和尚一切时一切处分秒都不要把它丢失，有一秒钟念一声阿弥陀佛了，不能让它空过，慢慢练，练到晚上做梦也念佛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，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啊，你有缘跟阿弥陀佛见面。幕后这两句，名号即是德，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，正舍之德了，这个德是心德，名号从自信里头流出来，名号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名号，这一句名号跟自信完全相应的。
声声名号都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说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人家在问他呢，问他的不说，为什么不说呢？不可泄露天机，泄露天机要遭雷打。你看他多巧妙啊，回避了。我们要细心观察，看到老和尚的本来面目。你要不细心去观察，你看不到。啊，身字即实相，字是形状。你看，身念必生，这是文字。音声是身念必生的音，音是佛号，佛号这个音是实相，字也是实相，这个也可以证明。台湾台大校长曾经做过实验。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能力，你写一个字，用纸包起来，用信封套起来，你给他看，他用手去摸，他知道里面什么字，他写出来。但是写个佛字不行，他会告诉你，这个我摸不出来，这个放光，它特殊。打开来看佛字，所以我们晓得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实相，它放光。十八愿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再看下面第十九愿，闻名法性愿，我们要学。我们闻名了，海贤老和尚闻名发心，所以他一生有那么殊胜的成就。我们闻名要没有发心，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这一生这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当面错过，可不能怪别人，真可惜啊！一生做佛这个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抓住？你为什么不干？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你在世出世间一切的愿望都能得到圆满。你写爱你的家人。你要帮助他，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有能力，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就跟阿弥陀佛划等号啊！阿弥陀佛有的智慧你有，阿弥陀佛有的德能你也有，阿弥陀佛有的相好你也有，样样不缺，一生成就。所以生念必生是四十八愿的核心。有道理啊。男性之法就是这一愿叫人男性。那男性那是多么大的善根福德。这一生遇到的是缘分。三个条件具足就决定得生净土。我们看十九愿的愿文。
我作佛事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这一章在24章里面，这是第十一章。十一章里头包含两个愿，19、20。20，临终接引愿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名号就是名字啊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或者呢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，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皈依的意思。啊，所以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的显体是名，是名，名彰于外，而号令于天下，这叫号。名与号同体啊，此词通于诸佛菩萨啊，名号这两个字，一切诸佛菩萨可以通用啊，与本经常专指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啊，我们要认识啊，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文明之后重要的发菩提心，不发心，名号无比殊胜的功德，我们丝毫都没有沾上，发心就沾上了。那我们看念老为我们的注解，发菩提心，菩提是梵语。就以为道，心以为觉，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为标准。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就以，玄奘大师从他老人家开头以后啊，翻译的都叫心以，那就是古时候翻译的菩提梵为道。玄奘大师翻译为觉悟，昭公曰，昭公是僧昭大师，在玄奘大师之前啊，僧昭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。罗什大师的大弟子，入舍弟子，他给我们解释：道之极者，称曰菩提。啊，道达到究竟，达到极处，梵文叫菩提。啊，秦他出生在秦那个时代，姚秦。那我们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是鸠摩大师、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啊，姚秦，三藏法师，鸠摩罗什。
啊，那么秦就是中国，啊，无言以一之，中国文字里头没有适当的字来翻菩提，啊，盖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？赵公说得好啊，啊，他什么意思呢？是正觉，正觉又没有相，真实智慧。啊，这样子讲呢，就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在中国确实找不到相应的字，所以用因依啊菩提。那菩提心呢，就是求真道之心，求正觉之心。真的求啊，不是假的。海贤老和尚为什么求？年轻就求，他遭遇的苦难太多了，啊，几乎不能忍受了，所以把人生看透了，娑婆确实是苦海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的。他回头了，这多难得！那最明显的，海贤老和尚小的时候，啊，七八岁的时候，他的爸妈横行霸道，啊，常常跟人打架吵嘴。有一次把他五婶，啊，衣服都剥下来，啊，那么他有报应，生了五个、四个儿子。都死了，当时不知道是因果报应，那以后就知道了。自己死的时候那样子非常难看，啊，把自己咬自己的舌头，舌头根全咬光了，吃饭都不能吃，这现世报啊，口业啊，他看到的。18岁的时候，自己害了床，也是非常严重。啊，母亲找医生找药都没有，他忽然想到了业障。他说：“良药难医业障病啊。”于是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。啊，一心念观音菩萨，念了一个多月，床完全好了。啊，观音菩萨没有说假话了，真的帮助你化解灾难。啊，所以他用心用的真，用的纯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感应不可思议。那起心动念，我们今天讲做水实验的，啊，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我们同修。在台南也做了水实验，做得很成功，啊，不亚于江本博士。水实验实验遇上什么事情？我们起心动念，所有物质现象全知道，不能瞒人呐。比中国古人讲的实母所示，事实我所指还要严重的多啊。啊，美国休兰博士
到香港来看我。啊，这是一个完全用意念治病的，也是个奇人，不是普通人。他治好几千人，都是疑难杂症，医院没办法。啊，不能医治了，找到他，他有办法把他治好，不要吃药，不要打针，啊，完全用念头。所以他来看我，我知道一点信息，我就问他，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理论依据？他告诉我，清净心啊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内心一切念头啊，无论是善的是恶的，统统清理干净，恢复清净心，病就好了。啊，你对病人要求的什么？他说只要他四样东西：第一个，病人的姓名；第二个，病人出生年月日；第三个，病人现在住什么地方。啊，不需要看见面，他人在香港，病人在美国，他可以把他治好，不需要见面。第四个，病历，他在医院检查的病历，他只要这四样东西。那治疗方法呢，是用观想啊，治病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一个房间，门关起来，啊，就像闭关一样，在里面，啊，我们叫做法了，啊，把病人观想成自己，就是自己跟病人是一体，一个身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病人的病历就是现在自己身上哪些器官里头这些细胞啊带着病毒啊，观想自己啊，是用清净心，也就是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他也有四句偈啊，对这个细胞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跟他说对不起啊，也就是我不小心把你染上病毒了，让你染上病毒了，所以对不起，请原谅啊，谢谢你啊，他跟我合作，谢谢你，最后我爱你，就这四句话，就像念咒一样，念30分钟，每一天做一次，30分钟。啊，做30天，就是一个月。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，统统恢复正常了，没有了。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，再去检查，没有了。他医治几千个人呢。没有一个不灵啊，通通灵啊！啊，这是讲得通的，因为佛经上说过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人的念头太重要了，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邪念。那今天社会怎么变成这样？没人教，父母不教了。老师不教了，啊，学校也不教了，社会也不教了，啊，不教些什么？不教伦理，
不教道德，不教因果，不教圣贤教诲，所以我们社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经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阿弥陀佛在干什么？经现在说法，阿弥陀佛在那边身行言教没有中断过，天天教，日夜教，他那边没有日夜，光明世界没有黑暗的，他教学没有中断。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也没有中断。他30岁开悟，悟后就在鹿野园教五比丘，一直到他圆寂，他是79岁走的，30岁开始教，79岁离开我们世间，整整教了49年。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放假，停课没有，教学没中断。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，也如是啊。伊斯兰教，穆罕默德教学23年，都有记载的。耶稣教了3年，他被人害死。要不被害死，他的教学也是一生呢，一生一世啊，没有期限的。摩西教学大概也20-30年的。所以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。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都一样，不管哪个宗教。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教圣贤的教诲。所以宗教可以合作。这十几年来，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没有人反对。皆大欢喜。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。那么念头太重要了。中国古时候，在全世界最重视教育，而且家庭教育。没有一家不重视。家庭教育谁在教？母亲在教。母亲的责任，相夫教子啊。那五伦里面，夫妇有别，有别什么不同的任务。父亲他的任务是负责家庭经济生活，要养家，妇女的生活在家里面最重要的责任，把下一代教好，你的家庭下一代出不出人才，能不能改变家庭生活方式，让家庭更幸福更美满，要把孩子教成圣人，教成贤人，最低限度
要教成君子。啊，这是霍格的母亲。啊，所以父慈子孝啊，啊，父母慈悲也，儿女孝顺呐、啊，啊，真正有恩，儿女能感受到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，啊，父亲两个都要去上班，都要争着在社会找工作，孩子呢，孩子不管了。交给佣人去教，父子之亲淡了，亲情淡薄了，所以出问题啊。那佣人拿什么教呢？佣人教他看电视啊，电视里面这些节目杀盗淫妄，孩子全学会了啊，稍稍长大不听话了，所以许多做父母的，我遇到的时候都告诉我孩子不好教；许多做老师的告诉我学生不好教。为什么不好教？扎根教育失掉了。啊，扎根教育是母亲的责任。怪谁？啊，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知道之后啊，如何来挽救？啊，这就是今天所讲的传统文化了。传统文化真好啊。啊，前两个月，东北的同修送了我一篇光碟。这光碟内容是什么？210年前，满清政府第一批派遣到国外去留学的学生，他们现在都在地狱。啊，来投信息给我。今天社会的动乱，他们有责任，他们带头带得不好，现在忏悔赎罪。那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感动，那因为中国教育非常谨严，要守规矩，他们到外国留学，看到外国人那么孩子那么自由，无拘无束，觉得那个好啊！中国这个太严肃了，不学了，不要了，完全学外国。现在知道后悔来不及了啊！这一片光碟。值得一看，我相信那不是表演，不是伪造的，造不出来啊，也没有人能写得出这样的剧本啊，我觉得是真的，值得一看。我们再接着看下去，又菩提啊，菩提心，即自觉觉他之心。啊，第一个是自觉，自觉而后才能帮助别人，才能觉他。啊，这自觉不容易。啊，现在学校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学生大概一生都没有办法自觉，
那觉的反面是迷，现在的教育确实自迷迷他，麻烦大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教育理念方法错了，要不相信老祖宗就没救啊！老祖宗怎么教我们？老祖宗教小孩，从小教起，先教什么？教德行。德行怎么教？母亲做出来给儿女看，怎么做法？《弟子规》感应篇是善业，那自己老老实实把它落实，在家庭里面做到。啊，因为父母还年轻呢，他的父母还在啊，啊，孩子的祖父母啊，做父母的人，做出孝顺父母，让孩子看，是这样教法的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小孩念的，不是教小孩背的，那个没用处，是要做父母的人。全家的大人都要依照这个去做，让小孩看到个个人都是这样做法，他就学会了。那孩子一出生，睁开眼睛，他就会看，他耳朵就会听，虽然不会说话，啊，他还在怀抱当中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他就学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扎根教育3年。1000天，他出生满1000天，这是扎根教育。这个根要没扎好，以后可难了。啊，他长成习气了，要他改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一举一动都要有规矩，都要有礼节。不能随便啊，孩子就学会了。圣贤的祖宗们把这些理念、智慧、方法、经验都写在文字上啊。三字经前面8句就是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跟方法。那首先要承认，要肯定人性本善。啊，说人性本恶是错误的，人性本善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，实验出来了，我们不再怀疑了，人心真的是善啊。所以性相近习相远，相近大家都一样，本性大家都一样，都是本善啊。习性变了，习惯啊，养成不好的习惯很难改呀。啊，那是习性呐。啊，所以古人看到这个情形，才想起教育重要。啊，苟不教，先乃迁。你要不好好教他，他变坏了。他本来是个善好，本善的人，以后变成不善，变成恶人。这教育多重要啊！中国在千万年前，老祖宗就发现了，啊，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。啊，怎么教法？
交之道归一转，这是中国教学的理念呢。不能教很多，教很多教杂了，不行。啊，教杂了，孩子会胡思乱想。他同时装东西太多了，就不可以，只能教一门。那一门上他能专注，啊，决定不能同时教两门东西。啊，像唱歌跳舞这个没关系，啊，这等于是运动体育。啊，叫他读书，决定是一本。一本念完之后，再念第二本，不可以同时两种东西同时教。现在学校排课，他就不一样。啊，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就不一样，科目不一样。头一堂语文，第二堂数学，啊，第三堂外国语，乱了。啊，小孩很辛苦，很难学到东西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教法是一样一样教。啊，这语文，语文最重要，所有一切学术的根本，所以他排在第一。啊，教孩子怎从哪里教起？认字、识字教起。啊，把说文可以跟游戏合在一起，他学得很有兴趣，学得很快乐，啊，他就学会了。啊，三年能够把说文解字540个部首学会，跟咋下去了？啊，以后学什么东西都好，他就有悟处，他就会开悟。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这就是教之道归一转。这个方法好，啊，这是理念。方法呢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一部书就教他念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叫他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有杂念。小孩再小，你不用方法，他也会胡思乱想，他也有妄想，有杂念，啊，这就不好了。如何把他妄想杂念读死？就叫他读书，一遍一遍读，不必讲解。啊，读上1000遍，哎，他开悟了。他自己明白了，为什么智慧开了？啊，所以读书的方法就是，对于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嘛，啊，就叫你念这部书，天天念，一直念下去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完全在修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开悟。开悟就是读的书，老师没有讲，他全懂。这个时候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他印证，点头对，或者哪个地方错了，就说错了，不必讲出来，让他下一次再悟书。你要把他说出来了，悟门就堵塞了，他就没有机会悟了。哎，所以老师不告诉，老师只叫他念，好好的一直念下去，念到最后全明白了。老师的任务，读书是持戒啊，一遍一遍的去念是修定啊，戒定慧啊，
定量之后开智慧啊，说这个种方法外国没有啊，啊，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。中国文化里从哪来的？从佛经上学来的，啊，这是大乘佛法的。大乘佛法到中国，这个戒定慧三学这个理念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这方法是好啊，所以儒有开悟的，道也有开悟的啊，悟的深浅不一样，儒家比较浅，他浅他就欢喜，他就知足了，他不再修了啊，人天福报啊。道家修，道家还继续不断地干，他到色界天他就不修了，他就满足了，唯有佛追根究底，一定要明心见性啊！没有到明心见性，不能停止啊！所以佛家这个水平高啊，明心见性是超过六道轮回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现在这种理念跟方法谁能接受？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喜欢听这一套方法，讲给他摇头，这怎么可能？认为一定要学才会，哪有不学自己会的啊？中国传统的确实自学自己会的，老师给你做印证。印证就是老师教的，老师天天陪着你，天天督促你，到最后你开悟了，目的达到了，啊，教学的目的达到了。这些必须我们做出成绩出来啊！我们这种教法，教个三年五载，真有开悟的人，让这些学科学的人亲自看到了，他才相信啊！他没有看到，他不相信啊！啊，开悟是什么样子？跟普通人一样，普普通通。那不一样在哪里？心里头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这就是功夫。所以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是问他，无论问什么他都能给你解答，不问他一无所知，你问他无所不知，这真开悟。要明白，无中生有啊，有里面不能生有，有里面有，那完全靠记忆啊，阿赖耶里头那个资料库里头有资料可取啊，开悟的人是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啊，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有人向他请教。啊，舍利弗的智慧，无论问什么，
他们又不能解答的。啊，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？佛就指着骨，告诉他：“你看骨，看到了，敲的声音很好听。啊，骨里头有没有东西？没有，空空如也。佛就是，舍利佛的心就像骨一样，空空如也。大扣则大明，小扣则小明，不扣则不明。”啊，你有疑难杂症向他请教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没有不能给你解决的。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，你要回复到自信清净心。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，觉就是无所不知。那换句话说，清净是定，平等是定。清净二乘人的定，声闻缘觉；平等菩萨的定，觉是佛的定。啊，佛是大觉，性相也如。动静不二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啊，佛的境界里头，动跟静是画等号的，我们无法理解。啊，也就是自信境界里头没有对立的。啊，动静是对立，动的反面是静，静的反面是动，是对立的。在自性里头没有，阿赖耶里面有，妄性里头有对立，真性里头没有对立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，一个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原教初住以上，让华严真人说的。他这个概念没有了，对立没有了，对立没有，就和谐宇宙，整个宇宙大宇宙和谐啊，所以他跟人能和谐，跟事跟物都能和谐啊，跟大自然能和谐，跟变法界虚空界和谐，大和啊，这是真心啊！啊，这才是真正自觉，这才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叫觉他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提心就是自觉觉他之心，自觉就是成佛，觉他就是帮助他成佛。啊，阿弥陀佛自觉了，自觉之后帮助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这一切在十法界、在六道的众生，帮助我们成佛，方法巧妙的基础。欧益大师说出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，方便到究竟了，没有比这个再方便了。可是真难相信啊！你要相信，你大智慧；你要相信，你大福报。啊，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善根具足，不怀疑；福德具足，
真相性。这一句重要啊！啊，详言之，啊，详细说明呢，如往生要记所言之二种菩提心，啊，念牢把它揭露在此地。啊，哪两种呢？一原始菩提心，此即密乘的行愿菩提心，以四弘誓愿为体。原始跟原理啊，原始举一个例子，密宗的行愿菩提心啊，这是有四的。这四是什么？四就是四弘誓愿啊，以四弘誓愿为体。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应身菩提之因。佛有四种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化身。啊，这就是他能现四种身。啊，因为他有第一缘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愿度一切众生，还能障碍众生吗？还能怨恨众生吗？还能够在众生里造作一些恶业吗？不可以啊。那你把这一愿忘掉了，你没有这一愿了啊。有这一愿呢，才有菩提心呢。没有这一愿，菩提心不见了，没了啊。多少念佛人，咱们不学别的，说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同修当中有没有发的愿？有人天天在发。有没有做到？没有。说空话了，说给佛菩萨听的。境界现前还是自利，没放下啊，只有自利，把利他忘掉了。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，成佛的人那么少？没有别的，菩提心真正做到的人少。发菩提心，一面发一面就忘记了，都占决定大多数。所以善道大师说，念佛法门，万修万缘去。啊，我们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在老师身边的时候，老师常说，现在念佛人，他不说别人，说我们台中莲社。啊，一万个莲友，真正往生的只有三个五个，万分之三五而已。为什么？他只有念佛，他没有菩提心。啊，这些呢？这些通通这一生修的，跟净土的缘结缘。啊，修的善根福德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！
第二个，烦恼无数，誓愿断。这四弘誓愿第二愿，那也有些这个经上是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这是化身菩提之心。那为什么有烦恼就不能证法身？烦恼必须断尽啊，要断见思，证阿罗汉果；断尘沙，就成菩萨；断无明，就化身菩萨。无明习气都断掉了，那就成化身佛了。啊，有一点点习气在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，化身菩萨不能进去，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断尽，断尽了，一真法界不见了，常寂光现前，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就是没有念头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一片光明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这都在，都在常寂光当中。我们六根缘不到啊！为什么六根都有障碍，都有烦恼，都有习气？烦恼习气真断尽了，你就知道了，那叫真的清净法身，真的究竟圆满啊！法身梵语称毗卢遮那啊，毗卢遮那什么意思？遍一切处。也就遍一切时啊，整个宇宙在常寂光里头，所以化身佛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现前。我们有感，它就有应啊，它是不是哪里？没有，它就在此地。阿弥陀佛，常寂光啊！所以念到功夫成片。想他，他就现前；念到一心不乱，随时想他，随时现前。那现，他不来；不现，他不去。不来不去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回归常寂光，你说多自在啊，多么幸福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有缘众生，一念之间都能照顾到，起这么大的作用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没有心身相可得，啊，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。没有说法的相可得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现身现而无现，无现而现，就在当下，一步也没离开啊！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真的啊，就不难。不到极乐世界要证得这个境界，那得修无量劫，时间太长了啊！所以净土宗这些菩萨不相信，他们修无量劫才提升到那么一个层次。你真的什么也没修，一下就得到圆满，他怎么可能相信啊？不是普通人不信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不信。
我们这凡夫到幸福了啊，太幸运了。实际上也不简单，你真的相信了，真的干了，证明你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愿，这个善根，啊，在你面前表演给你看，你也不相信，你还是怀疑。你想想看，海贤老和尚前年大年一月往生的，多少人在旁边看到？看到了，一点没看错。有几个人生信心？有几个人半信半疑？半信半疑的，我觉得至少是99%。真正生信心不过1%，1%就不得了啊！1000当中，1000人有10个啊，10000人当中有100个啊，啊，这就非常可观了啊！这叫难行之法了。我们今天完全肯定承认了，真难行啊！真难行，我们真信了。感到很幸运，不容易啊。那么再看第三句，法门无尽，誓愿学，是报身菩提之心。啊，报身我们看不见。报身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四土、三辈、九品，真有。但是事实虽然真有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是平等。在诸佛刹土里头，只有一真法界是法性土、法性身，就是报身。啊，同居土里面，决定是凡夫。啊，决定是十法界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四圣法界，就是净土里头所说的方便有余土。明心见性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，报身。啊，但是，世尊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特别特殊，啊，除常寂光之外，其他这三土，十宝土。方便土、同居土，通通都是发性土、发性身，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。所有发性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唯心所现”，这就是发性。啊，那么法相呢？是为识所变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在法相中来讲呢，个个都是转识成智，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我们，自自然然转变的。啊，真的。转变连自己都不知道。
往生是莲花化身，我们往生自己知道，阿弥陀佛把莲花送到我们面前，我们看到了花开的，我们就会坐到莲蓬上，那坐上去之后花就合起来了，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，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，就转八十乘四支，所以在七宝池花开见佛，完全是发性身。你所看到的是发性土，发性身、发性土就是一正法界。啊，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呢？不生不灭。啊，人无量寿命，没有衰老。啊，真的年年十八。啊，最好的时候，植物、树木、花草，四季如春。花开没有花谢，啊，看不到花谢。人无量寿，没有看到生老病死，没有。啊，寿命之长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世界，我们要相信佛的言语是真实的，佛不欺骗人，不是编这些故事来诱惑人啊，那不是佛法啊，佛所说的句句真实，你相信你有福报，你怀疑你没福啊，佛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是公正的，没有偏心，没有私心。啊，这都是我们现前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所以这是报身菩提。啊，第四。无上菩提是圆证，啊，我们一般念是无上佛道是圆成，啊，这是圆求证得佛果菩提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四弘誓愿都兑现了。啊，都圆满了，有钱三行愿具足成就了，啊，而证得了三身圆满的菩提，还福广利一切众生。佛教值得人尊敬的就在最后这一句，自己圆满成就了，成就怎样的？成就再回到世间，教化众生，像地藏菩萨一样。这个世间还有一个众生在，他也不实现成佛。这个愿还得了吗？要度尽一切众生，才圆成佛道啊！众生无尽，菩萨的愿
也无尽。菩萨永远跟众生打成一片，永远不舍弃众生，无论众生怎样糟蹋菩萨，他也不怪他。那我们看到海清和尚、老德和尚，这两个都是世间的老实人，常常被人欺负，常常被人捉弄，他不怪别人，他还是欢欢喜喜，好像他没有感觉一样。最后往生实现给大家看的，大家才感到惊讶。活着在世间，没有人瞧得起他，没有人尊重他，没有人同情他，只有人拿他开玩笑。这是修行忍辱波罗蜜，这是真实智慧。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去悟，我们看了要学习，受一点委屈就感觉到很难过了，这怎么能成佛？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想想海清老和尚受的委屈，海清老和尚、老德和尚，你想想他们，我们就心平气和，也应该学他们一样能忍受。不要放在心上，无论是善是恶，是人是事，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。这个真念佛人，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弟子，要想到阿弥陀佛应化身在世间，也有人欺负他，也有人障碍他。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不要说外面，僧团里面就有六群比丘，天天给世尊造谣生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世间，叫世间相。你要了解，你现在在这个境界里头帮助众生，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，你通通都要受得了。这个受得了是我们凡夫说的，在他连受得了这个念头都没有。换一句话说，人家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极高明的是没有放在心上高明啊，放在心上就不高明了，别放在心上，才能跟大家和光同尘，普度众生，众生不好度啊。像海贤老和尚太好度了，那是善根非常非常深厚的再来人。他的师父
传戒老和尚教他这几句话，教别人有没有？没有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谁能做得到？而他能做到，还做了一辈子，做了92年。那最终在阿弥陀佛里交满分卷了，他圆满了。啊，圆满了怎么样？走了，会不会再来？又来了，你不认识，换了个面孔，换了个身体，他又来了。为什么？不舍众生苦啊，众生太苦了。啊，就像舞台表演了，这出戏演完了。他又加入下一出了啊，他不会去休息休息，不可能。于是我们就能想到，这个世界这么苦，这个地球还存在，啊，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肯定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在这个世界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护持佛法，来保佑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度过这个难关。啊，只要我们能回头，认真学习佛法，要回归教育，不能搞其他的，其他的社会大众认为你搞迷信。啊，那不是长久之计，会走上灭亡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赶紧回头，要肯定宗教通通是教育。中国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太好了，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，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两个字连起来，那是下面加个人类，啊，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这是宗教啊。那宗教如果舍弃教学，它就不叫宗教了，名实不相符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他们真的是在搞教育，那他们所教的确实是主要的教育，伦理道德是重要的教学，因果教育，遵从的教化，圣贤的教诲，没错啊。那么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，这个世界就是天堂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那佛菩萨带领我们，我们在地球上
建立天国，建立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尽到我们的责任就圆满了。啊，回过头来换个身体再来，我们家在哪里？家在极乐世界。我们的指导老师阿弥陀佛，啊，在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完全在十方刹土里头利益众生，这是大乘佛法。啊，是还复广利一切众生。看，这个是原始菩提心的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对于净土宗，真信真法愿求生，这两个真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以无上菩提心持名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功德就圆满了。你就必定得生。那么第二，原理菩提心，这是密宗里头圣意菩提心啊，密宗只讲行愿菩提心，圣意菩提心，一切诸法本来即灭，安住于中道实相，而圆成上求下化的愿心，是为最上菩提心。这从理上讲啊，理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！啊，这是什么人发起的？不是我们凡夫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这是法身大师啊，也就是他修成明心见性啊。虽然明心见性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了，所以他是法身菩萨，习气没断，他还要留在十报图里面修行。十报图里面也没有方法断习气啊，你要有方法，你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错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用什么方法？方法只有随他去吧。时间久了，自然没有了。要多长时间？三个阿僧祇劫，这叫有量的无量。啊，到最后一品，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，他就入常寂光。入常寂光是无量的无量，真正无量寿啊，有量跟无量接上头了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无上菩提心啊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菩提心啊，这个意思很多，时间到了，我们留下一堂课，我们再来学习。啊，这个是
远离菩提心，那无比殊胜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我们要知道，知道对诸佛跟法身菩萨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那知道他比我们殊胜，我们比不上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